看来我们之前的体态训练果然没有白费。看看自己，是不是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？嗯，韩小姐实在是美艳动人呢。所以你在帮我化妆的时候，要尽量弱化美艳感，最好能多点柔和的亲和力。如果能楚楚可怜就更好了。为什么要削弱呢？低调点吧，我不想给人压迫感。我是要去见陈安雅，那个女人一向强势，这种时候我得示弱才能达到目的。待会儿见了韩慧，你要拿出女主的风范，我要你证明你才是碧落银河女主的最佳人选。陈总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没事，坐吧。韩小姐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怎么不进去啊？这咖啡加了奶我也喝不太习惯，还是太苦了。飞沫就爱喝苦咖啡。嗯，是吗？我跟叶总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吧，我们都喜欢喝摩卡。是吗？暖暖，飞沫为你改变了。哎呀，太棒了。哎呀，暖暖你太棒了。谢谢程总。温小姐，我之前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融入叶家。别以为你们演两场戏就能骗得了我，飞沫他不会喜欢你的。儿媳妇这个名号也只是陈安雅的一厢情愿，你可千万不要得意忘形。韩小姐，我没有得意也没有忘形，倒是您，你在紧张什么呢？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是国际大明星，跟我这样的菜鸟叫板有失身份的。温小姐，你可真有手段，在陈安雅和周小晶面前装的一副纯真的模样，原来你并不是像外表看起来这么纯真良善。看来你很聪明，知道如何去讨好他们，又要名声又要抱人大腿。韩小姐，其实曾经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，但是我今天发现把你当成我的目标实在是个肤浅的选择。你，哎，你不要恼羞成怒啊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至于我有没有抱程总大腿，那也是我的事情。讨好他的人那么多，如果我真的能让他开心，那也是我的本事啊。不像有的人讨好了人家却不领情。温小暖，你会为你今天说的话付出代价的。谢谢韩小姐善意的提醒。